最近很多人问我和朱老师一个问题， Gerard， 我想稳定工作不要创业，请问我可以赚大钱吗？各位，你不创业你怎么样赚大钱呢？创业是九九死一生，但是只要赢一次，过去输的一切都会赢回来。过去我的恩师朱书建老师在之前的很多的视频说到，学习财商就是学习两件事，一创业，二投资。如果你想创业想赚大钱，在此我就把朱书建老师送给我们每一位学员最尊贵的六字真言送给大家，做对事跟对人。什么叫做对事呢？就是判断某个行业的赛道能让你做多大。当然你可以到朱书建老师的线下财商课堂中学习如何选择一条有优势的赛道，只有选对赛道才能让你一年等于别人十年，两年等于别人二十年，三年等于别人一辈子。什么是跟对人呢？就是判断你的直属上司或者你的老板是否值得追寻，他的战略眼光、格局、魅力、人品是如何，最重要的他本身有没有结果。因为只有做到的人才能教你如何做到。在过去的二十年，想赚大钱本来就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低风险创业而且带来的稳定被动收入，不承担任何的负债或亏损的风险，同时还想有机会赚到大钱的话，那你就必须做对事跟对人，就非常重要。记住一点，当你工作的企业越大稳定，工资越高，你赚到大钱的概率就越低，机会和风险永远都是并存的。如果你选择一家创业型的公司，选择的老板有格局，要干大事，而且你可以拥有这家公司的股权，那你就必须把握机会，你才可以赚大钱。记得点击关注，